三百块去马超。不要。你想静静是吗？你是牵手，不光着脚滑动的。那么大，这一万多差。技术不错。那你干嘛？不对。这个礼拜我会狂骂他，跟他打了五六场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觉得会超快。啊？怎么了？抽烟了。
敌方的标准。先走。几个快去吧，没事。你有没有找到什么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哎，幺八。早就知道你要回三颗，我就回四颗。没有，不是关键，按插按停都没有关系。按着按着，啊，不要按的。哈哈哈。轻敌了，他有技术啊，对啊。按着按着，这个按你掉，这个最重要，这个最痛。开拳，我比我专业多。一万多，一万四，一万七，一万八，一万七。今天胜利，开第三球，我一万。